同敌兵对抗吧啦。好，总长官，你哋有咩嘅良谋？不怕直白无妨啊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爷，都督，对唔住，对唔住，你有咩良谋啊？我，你问我有咩良谋啊？你真系唔识相，唔识相啦！明知我一向恃住父王张福享嘅，终日上花游戏，我最专长。我一生又唔识乜嘢叫做打仗喎，奇谋妙计就更加费思量，请都督你多多原谅啊！先然后再作商量呢。殿下公主请便，总长官退下。请请。大都督啊，大都督，乜嚟草啊王啊，得咁交啊关，收纳嘅呢个神机真是令人敬仰啊！炸航，而我哋就冇人去炸航。如果我哋有一个人呢？去做内应的殲滅敌兵真是易如反掌。即刻大都督，我识不识用啊？如果我识用的呢，我愿去一力担当。你去不得，因为这个人呢最毒受得苦抵得痛。
通。而家你年纪已老啦，若果你去啊，怎我嚟过？哎，大都督，请我嚟，请我嚟，请我嚟。哎，你好计谋，好计谋，好计谋。咩事干啊？哎，仲炸地想瞒住我系嘛？你确好计谋噃？咧，你识间收留嗰个行将，有人话你啊，想利用佢日后行反间计噃。吓？唔使瞒我啦，唔怪得人人都赞赏你好计嘅。边个赞我？明珠公主识穿晒你弄嘢啦。哎呀，就系佢讲噶咯，就系佢同我讲噶。英雄称第一，而且仲双败。